手语演绎佛陀的一生，虔诚法入心，展现道气。跟着旋律比划动作，83岁的张珠莲患有乳癌，也曾中风。我们做人都要了解生死，这个是自然的法则，到时候我们就不会执着。克服病苦，平日跟先生陈训元用心服务病患，他做医疗志工累积的时数是云林区最多的一位。上人的毅力，都很坚持，所以我绝对不能偷懒。像我们这种年纪，就感觉一天比一天老，一天比一天老，身体就像我们演绎的经文一样。心脏演绎，体会生命在呼吸间。王东荣步步踏实做，平日热爱环保，是环保救赎纠结的心。曾因退休金让心蒙上尘埃，退下来就砍半了。生活经济上真的一下子落差很大，所以心里就很不平衡。深入经藏，不同的生命背景，相同的是找到心灵依归。此生无悔做实际，和和互协行精进，愿菩萨道上紧跟上人。爱的能量呢，可见爱心无分年龄，爱的力量总是提升啊，人人呢菩萨精进力，莫忘此刻发心，祝福菩萨道上殷勤精进，福慧双修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杨俊廷、余景生，云林报道。